这白菜，上欢喜的啦，回来就会当看到一挂草地文化，所以吼，这个草地文化最吸引人呐、啊。那是吼，细汉的记忆，小时候的记忆啊。但是迄当阵，唔是安尼细细啊的物件，拢是人日常生活所需要。起码看到吼，是很巧巧工啊的物件，也嘛感觉讲吼，这真亲切感。要爱呢，随手一摸啦。都可以呢，安尼舒服你爱偌济，你都买偌济哦。甚至讲吼，哦，遮个若舒服爱吼，啊，我都再转来去哦。所以讲吼，随心满意吼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我爱转来啦，真感恩啦。啊，其实上重要是爱把握时间，人生啊。总是呢，生命有限，都是在时间呐、啊。虽然讲吼，一点钟呐、啊、有六十分呐、啊，但是一分钟呢啊要六十秒啦、啊。所以讲，讲到秒，就会真紧张，因为呢秒啊是一、二。三四四秒过去啊，这那想到秒，都会感觉讲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家己会真紧张。所以讲菩萨，咱爱把握时间，因缘嘛是真特殊啦，很特殊的因缘呐。尽管讲吼。现在人口真多，但是呢，要真正会当听到主者，或者是呢，要做主者，那就无遐简单哦。人口遐尼多，咱安怎做啦？都还阁还未普及，咱还未真普遍呢。这有利益人群的代志。咱一定呢，把握时间都是爱做，其他的啦。佛陀的时代，佛陀就是来人间，也是为着这个一代事，要甲佛法的精神，佛陀教我迄个道理，传予咱知。希望咱呢，也会当甲佛陀同款有感悟，同款这个道理。道理啦，是有理无形。咱一当阵按照这个道理行，要互伊成形起来。所以讲，当爱清水，啊，清水咱有道场伫遮。啊，咱这个道场呢，更需要人来修好道场，来这精进有道气，安尼才叫做道场。啊，那无呢，只是干那讲一个建筑物之意，咱一定爱发心立观，似乎是安尼发心，但是呢，空间。我无法度伫这个空间，那所以大家人伫这个空间是大家人爱修好，啊，要修好这个所在叫做道场，都爱会记哩组织的精神力量，咱都爱身体力行，啊，伫这伫咧身体力行呢，
咱毋通脱轨，咱来如归如法，如佛陀对咱的教育，所以佛法爱落实，因为咱人人同款爱为佛教为众生，佛教就是爱立人群。那在人群中呢，咱也去带好好，方向爱直，大直多，佛法一条路是直直直。几天来，我伫台中嘛是一直讲，直路差好里，那就是失千里啦。所以大家人爱记着。亚巴黎，大家人都爱健康，我是要吃大餐。看到长照啦，因的年龄有的呢，跟咱差不多。相信嘛，未少人比师傅较少岁。在迄个所在，要备长照哦。那期待咱啦，大家人爱发心的观，宁可长照别人，咱爱发挥咱啦时间的功能。唔通好休困去，年纪侪啦，那想要休困，咱的脑细胞啦，真正的会睡着哦。咱爱时时把自己的心脑，爱一直个鼓励起来，行行，就亲像咱迄个进进进，无量意化随诵。我建议您吼，看是要每一周、每一礼拜啦，大家人聚一次，大家人无量益诵，一段一段诵，安尼都袂去互袂记哩，也是动动脑，还是呢，把心啊，也让他呢这个道心提起。让脑筋呢动动脑，把咱的神经、脑神经啦，改过来往真实道，这种这条道路，真实道、大直道，因为佛法需要咱不断的开道铺路，咱功。公道来讲，但爱心存敬意，敬仰佛陀的教育，咱爱身体力行，安尼呢，才有迄、那个道气，才有大路的平坦。爱记着吼，时间伫咧过啦，会当来这个所在，甲大家人简短的几句话。请大家呢，哎，用心听进去，看看下面真闹热啦。嘿，拢吼用心，那哪怕呢小小的插话去抓，我嘛感觉讲吼，这真好，就是心脑活动的一个作品。对遐个老人长照，咱嘛会当教因安怎建，安怎搞，好，安怎。安怎来抓抓啊，都可以，只要让他们心脑有在发挥，心所想，而且呢，意所改啦，心想安怎，要安怎去改迄个正性诶，要安怎让他物件完成，这都是心意正向，这也是一个方法，讲起来。感恩事多啦，看您的做吼拢对啦，
啊，这叫做道场。这吼、哦，年纪人人呐、啊，的爱心伫这个所在，伫厝里用干呐，伫咧用啦。孤单一个吼、哦，真无聊，可以进来这个所在，这种咧人生嘛、啊，正向正向，所以这大道场，安尼了解吼、哦，好，感恩啦、啊。